西啊。加你。因为你现在有点糊在一起了，所以要加点咖啡把它分开。顺便让该清楚的让它清楚。这样子就分清楚了。嗯。有力慢慢立体了，所以现在是要加细节。对，然后要分颜色。好。因为话你都是粉红色，有点太那个，要加颜色、就是。对，要加别的颜色，让它可以跳颜、跳色一下、跳色变得更立体，也比较清楚。然后边跳边修，哎，边跳边修。修那个形。所以我现在要学会是跳色。对，还有修那个形。修那个形好。就是给他新的生命。好。就是现在给他颜色加上去。你有发现？没有吗？加色就出来了。它都可以白色，身体可以白色。好。这是什么眉毛吗？对，眉毛，那是眉毛。画深更好看了嘞。本来就是要画深一点。不是整条画深哦，是画到一半，然后不要画整条。对，就是前面那个眉毛的头啊。要边画边写。就跟跳绳一样，一步步慢慢画。就跟彩妆啊，在画彩妆。这样子，你像在画彩妆。有，香菜妆，比较好。